Aperture， 然后 Aperture 爱图仕一买就一定是整组购买，所以它一定会附一个像是这样子这么巨无霸的灯光收纳箱。所以你如果只是在摄影棚里面拍摄的话，根本不需要外出拍摄的话，你不能不买这个箱子，你一定要有这个箱子，然后你就会有十几个这个箱子在你的摄影棚里面占空间。那若瑞就是没有配任何箱子，但是你有需要，你可以再另外购买，这就是两